力量一千，这一次我一定会赢。我们也不用走太近了，朋友们，这个格拉斯的皮我扒定了。两剑打到了两剑，看掉了多少血，力量一千，算上他的防御力最少也掉了一千血了吧，给他防一半是吧。三剑四剑，他有四千滴血，数着点，我们几剑啊，打中五剑了，六剑，七八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十二剑没打到，十二，你别跑你别跑，十三十四，哇真肉啊，十五，你看打这么多剑，有的剑打他身上都不掉血，十六十七，他不会再回血吧，你这是什么什么坦度，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，我服了，啊救我自己，啊让水把我抽出去，二十一剑了已经，我要离近点看他剩多少血，这么打心里都没底，我离近点，他回血应该也回不了多快吧，别炸了别炸了，过来跟我战斗，瞄准他的实体就能看到他有多少血量，我们现在就是还没有疾风戒指，我你哼，四千滴血，兄弟们打一剑掉二十滴血，假的是吧，好了，鉴定完毕，朋友们啊，风水宝地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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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没有最终之剑就别打他了，这啥呀，这玩呢，给我整的一顿兴奋，我寻思我要胜利了，我要得到他的皮了，一剑二十滴血都不到，还没他回的快呢，这什么，哦钻石块，可算是看到回点本了，这个哎，金苹果牛，回本回本，小一百万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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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飞起来了，落地水，嘿嘿，别亏呀，我这花了二百万的幸运方块啊，我不要极限，什么完了，最后一个，这不坏了吗，这不二百万就回了九十来万，谁还敢玩这方块，吃口培根，拿出我们最后的几个，十二个，就六个呗，朋友们最后六个了啊，再这么玩下去我要破产了，放水里开耶，黄金直接不要，这黄金算啥，秒，我再秒，之前打不过你们，你们又不是那格拉斯，打，我好像看见水里面有钻石，不对，是这些东西啊，这伤害真拉呀，力量一千打个魂都得射这么多，真服了，哎这是什么，这是女朋友，高级附魔台，嘿嘿嘿嘿，真有好东西啊，朋友们，果然是魔改的幸运方块，这玩意儿能直接开出来的，我寻思我还自己做呢，看来不用做了，朋友们啥也没有，还是啥也没有，不是连续三个都是空的，咦咦，似乎不用打了，看一下装备，能做块啊，就是纯做装备的，这个朋友们，这个就是纯做装备的，头盔一割，裤子一割，好，女王鳞片脱下来，全身保护，我现在防御力应该是非常高了，二十多万，只能一个，就家门口开呗，它能是个啥破烂，对不对，去走吧走吧，我现在不知所措了，我想去蚂蚁世界看看，不稳定蚂蚁世界，走吧，也许蚂蚁世界能给我们带来新的答案，来放点培根引诱一下蚂蚁出来，这幸运方块太坑人了，都给我坑破产了，咱们去蚂蚁世界看看能不能赚点什么，没有 EMC 值了， OK， 不稳定蚂蚁啊，这是不稳定蚂蚁，我这个世界是秃的，超平坦，光秃秃全是树，
不过前面有一个小地牢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由地牢和树组成的平坦世界，可以这么理解哈。那是什么？空岛，空岛下边还有红石块。哦哟，好东西挺多的啊！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，记得点赞视频，关注夜风我的世界，这样的话下次才能刷到夜风这个小作者哦，不然就刷不到了。我看到钱了，兄弟们 ，EMC 值全是石英。